国会的选举准备来到，淡水第三选区变连任的议员陈秋鸿，最近就从这四档来服务的成果做成一支竞选的影片，今日正式发表。每一件落雨，我和我阿爸一定会，载着牌啊、浇花啊去救灾、散物资。那么，所以安尼，我把咱的治水方案提高，努力争取治水吼，改善咱的治水啊，让咱有一个袂淹水的所在通去住。那么，伫咱道路。我爸爸过去人拢叫保罗议员，看到坑、看到破坑就去补。我嘛是努力坚持，只要有破坑，我嘛是继续咧做，照顾人的部分。咱这东部时段，拢需要人照顾，但是建议是说有可能出外伫外口咧打拼，根本无时间。但是秋风嘛是同款，用着迄个热情的心，拄到啊，拢会去甲因关怀、甲因聊会啊。陈秋鸿的爸爸陈文贤在县市合并之后，总共做过四届议员。四年前，伊三后生陈秋鸿出来参选，不过在陈秋鸿当选无外久，爸爸就来过身。这段影片除了是纪念爸爸之外，也代表阿爸的交代，伊拢有做到够。我爸过去上交代，讲一定要留一块好的土地，予咱的子孙有一个未来。所以不管过去我和我爸爸做的抗议关天罡的事件，到目前我的掩埋场的事件，我嘛是一直咧反对，吼，为着咱土地，为着咱子孙的未来，一直咧拍拼。那么拍这段影片，最主要就是讲，要予知影，要予人知影，讲当初是我这样坚持，我嘛有继续甲传承落去，包括着做做工课。所以讲用这个影片来呈现，就是我对阮爸一种交代，嘛对社会一种交代。陈秋鸿指出，爸爸担任议员的期间，做代志认真，做人阁实在，乡亲拢看在眼内。伊接棒了后，同款坚持着爸爸的信念，替乡亲走总打拼，未来伊会继续做，让咱们区愈来愈好。咱做伙来。咱台新闻网的营养采访报道。